大家好 ，Stadium， 今次就介绍 Tiny 微影41号第三个版本。今次好似价钱平得意。天星小轮八个月之后又转名转编号出嗰个新产品啦。咁今次就系呢个 Solar Star 日星。你好記得上條片有講到話想要日星、月星、曉星咁，咁依家有其中一隻啦。依家已經出到四格，連閃星、銀星出咗勁多次啦，跟住仲有神星。基本上都是呢个样咧，成个船队都是呢个样，所以可以不停一毛多用，闲闲地都系出，系咪至少六七格噶啦？真系，我相信应该有几只系开咗顶之类咁嘢，特别啲嘅外观，所以唔可以用呢个模，唔奇怪，应该单方向行得顺嘅。即係成日喺度 sell， 我有個轆可以俾你行，但係推到咁樣，突，即係想做乜？其實粒螺絲我扭完之後係邊一度拆嘅咩事？點解粒螺絲喺度嘅？佢啲轆點裝嘅？認真，完全唔覺邊一度有個位俾佢拆。你完全唔覺邊度分開兩件冇喎？分開兩件零件。咁望个碌又唔系特别鞋石石咯，佢个水口位你收咗喺边，应该系嗰个位搞到佢咁震，搞到我碌唔到另一个方向，佢完全唔见有水口位啊，一定喺个车轴度噶啦真系。咁啊，呢只就冇得陆上行舟啦，算我都系摆到个推嗰啲船。我望下个船牌咧 ，A2681， 系啦，好明显叫 Solar Star。系咯，唔知点解成日都有啲咁嘅情况出现，啲油一块就系露咗出嚟，但系又唔系崩咗啊。乾的時候可以變一塊嘢，個窿太細，係咧，整體係咁啦。都似模似樣，都冇乜需要拎其他落嚟。係咧，最主要就係改咗呢兩個印刷咯，每面係啦，其他一模一樣。好咁啊，佢一年多咗兩隻天星小輪。啊！等整埋其余嗰啲要几耐啦？咁好啦，咁今次个第三版本嘅天星小轮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。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